街舞二夜莺总冠军，无论才华还是人品，夜莺都当之无愧。最终罗志祥修楼梯战队的夜莺与易烊千玺毅然装置战队的于彦霖 Franklin 在经历四局二十五轮 battle 大战后，夜莺终于胜出拿到了总冠军。但是我还是想说，夜莺作为冠军，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都是当之无愧的。而在生活中，夜莺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。夜莺1991出生，实际上夜莺是一个爱画画的平面设计师，但是夜莺跳 locking 非常厉害，在国内的 locking 圈他可是跟萧杰、韩娱等绝顶高手齐名。其实看过街舞第一季的网友应该记得，夜莺第一季就参加了，当时他选择的是黄子韬战队，而且也获得晋级毛巾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夜莺当时要去日本学习，所以退出了之后的比赛。